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啊，今天来追回啦，第一次的施回，这个是大头菜。今天第十二天啦。啊，这个草看起来是还好啦。啊，当然是说有小草，你稍微刮一下会比较好。那我今天就用这个锄头，其实用爪子也可以啦。这个土稍微跟它松一下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有小苗，这个就是草，这个刮掉啊，它就这个杂草就会停止，速度会比较慢，再长起来了。哦，先把它这个大部分的土刮动一下，再来摧毁。正十二天了，要算应该也是算第十三天吧。大概松一下啊，现在我在中间开一条沟，这个是要施肥用的，因为这边到这边二十几，我这个手掌打开有超过二十一点点。啊，然后这个距离就是二十几，这个地方你在这边施肥下去之后，这个肥料溶解后，它这个肥料会渗过的，会慢慢渗过来这个根部这里，它就不会那么直接一下冲过来，就减少那个肥伤。这边可以施肥，那这边比较外面，它的这边就减少施肥的量，所以说我这边空间够。这个刚才没有开到，这旁边稍微再拉一下凹沟下去，稍微施一点就好了。啊，这个这边开始。就全部一整排，施一整排的肥，当然是说你不要施太多啦。这个这次我肥料撒在中间啦，啊，适量就好。啊，开条沟它有点凹陷，啊，加上盖网，啊，这个凹陷的话它就不容易氧化。啊，一般我们很多人都会施在，比如说这个种会施在这个上面。啊，这个上面跟这个上面的落差就是这个比较会氧化，啊，这个凹陷的地方比较不容易氧化，因为它凹陷的地方它比较有湿气它比较会去溶解掉，啊，所以说这一次我还不盖土，下一次就会进行盖土，啊，也就避免杂草，因为你万一有杂草起来，你下一次施肥的时候这个土动一动盖掉就没有杂草。啊，这个网子再把它盖上来，可以防止小鸟来吃，还有虫害。